遇到指挥呆瓜给予的指示，像更新点须弥啊。然后觉得地听的话需要拉的话需要时机啊，就是更新点常规的须弥吧啊。兄弟们，更新这常规的须弥，你们就说有没有牌面就完了。等会儿啊，这只宝宝为啥特别喜欢，我一定想买呢？因为我真的喜欢这个房子跟这个素姿，房子极限高，素姿极限低，对吧？法姿体姿都挺好，常规须弥里的王者。最关键是未来的须弥一定要带高级一致套啊，高级一致套。因为我看一下你那只大胖是不是也能带一致套？76000啊，落地价是80000，4000块钱跨国费，把点直接加了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是赚钱和努力的意义不就是在于能做自己吗？对不对？只会说的听一听，不一定都要做到，对吧？连个宝宝都不能自己加点，还白个毛？我是不管的啊，顶多这不得再花钱洗了。是谁给我的勇气？谢谢 ACEF 的超火，他主要是这只宝宝不加膜，他妈顺法都不是100%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到了600点以后，就肯定是100的顺法。不过这宝宝本来就不是100的顺法，为什么要上单法啊，兄弟们？我有单法须弥，兄弟们看看我的单法须弥，我以后再更新个地厅，我想更新个高级一致的地厅，嗯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实力啊。